主播今天不自律吗？今天不自律，今天自律就是节食，一天不吃东西，自然就瘦了。饭有什么好吃的？我这辈子不会再让你们教育我一身胖的。往我心口捅了多少刀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？有没有用？你们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有没有用。算了，我让我助理去买个汉堡给我吃吧。真香！哎呀，一整天饭都不要吃啊！不要吃啊！不香，不香，一点都不好吃，真他妈的香！吃一口就行了。别吃啊！一个就行了，一个汉堡它不长胖的。我一个汉堡的热量顶上好几碗大米饭。一个不够，再来一瓶可乐。我这辈子不会喝可乐的。两个鸡腿。这不喝一口啊，噎着了。这不喝一口，吃鸡腿它不会长胖。加冰的呀！哎呀，有矿泉水。特别是第一口，哇，酥酥麻麻的呀！你可以喝豆浆。我爽啊！我靠！喝吧，喝吧，点一杯吧。